声音好，声音就是要天天五个的。OK， 哎，这个很适合小何，在11月2号就是说你自由了，你自由了。来，小何来帮我念一下《约翰福音》第8章32节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你们叫你们、哦、真理必叫你们得以什么？得以自由。为什么说今天这篇最适合小何呢？因为他考完试了，他自由了，他就不用一直被逼着看书了，写评量了，他们很开心。礼拜四、啊、对不对？我背完圣经。你也会自由吗？第1节。你会背什么？你要不要说一下？背圣经第1节。那你背一次。好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所以怕谁呢？你还没讲啊。耶和华是你的拯救，所以你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的性命，是我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嗯，好，所以呢，说你们正要寻求我的面，那是我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这样寻求。OK， 好，你们超强的，会背圣经的哈，啊，不就好棒棒 ？OK， 你自由了。那耶稣呢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因为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因为他复活，所以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，就是这样子的吧？那你知道那个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吗？因为他要救赎我们啊，救赎我们，所以他。我说他为什么？他没有罪啊，他很可怜，他就被人家钉啊，是很坏那些坏人。不是哦。是哦，那他为什么要钉？是有一大堆坏人做错事情，然后有一群坏人。那你是直接说你们很坏，想要把他们关住、啊，可是耶稣就说把我关住。那你是那一群坏人吗？不是啊，只有两个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、啊、两个。对，其实不止哦。好，我们来接着看看啦、啊。你有没有摔断骨头呢？答案是没有。但是有没有受伤过呢？有。说说看，你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哪一次呢？受伤？你最近的一次就是我刚刚那个在写功课要关门夹到我脚了。夹到你脚？哎，那你就哭了吗？我没受伤。真的？你脚好臭，你拿给你拿走吗？你脚好脏啊。好，那小何呢？昨天听说怎么样？摔到对不对？摔到头 OK？ 不是 OK。那怎么样？破掉？那个。爱玩命啊，那是欧辰呀，就这个算是淤青哈，好好笑哦。他有没有哭？没有哭，不敢哭，因为会被笑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我上次淤青都差一点哭出来。因为我很生气啊，所以我就不哭啊。生气就不哭，好啊。那以后你，因为他继续打那个小姐姐，以后你妈骂你的时候，你就生气就不会哭了。哎，有没有道理？有，好好笑哦。好，我们今天的风和说文就在这边告一段落。11月2号，风和说文，谢谢大家。拜拜。